这个俗称是养眼圈、啊。你怎么知道？男生用，可是刺激女生的部位。有，我看到了一个橡皮筋，上面有三根毛。我那时候就很好奇，拿这个，而且要卖100多块。我说这三根毛跟这个橡皮筋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就 Google 了一下，那个到底是，我就打橡皮筋。我那时候想说，那是不是捆绑用的一个东西？就是，哎呦。哇，你们真的是这么清纯吗？这个俗称是养眼圈、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当然知道嘛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也年轻过好吗？男生用，可是刺激女生的部位。健康教育，健康教育。那个时候我就对那个东西就是在很多惊叹号，原来那种东西是有功用的。而且是很科学的，对。不过我去日本啊，日本这种去日本这种店很多嘛。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，我有买一个女孩子假的带回来，充气娃娃，就细胶的那一类，没有，就是部位而已。买整具是怎么带啊？看哪一个部位？当然是最重要的部位嘛。